他藏的那个房间啊，把守的特别严，任何人啊都很难轻易靠近。关键是啊，咱们组织的人，周云成大部分都认识，谁去合适呢？我去。你怎么去？我有办法。 这批零件规格比较复杂，一定要按时做出来。今晚干一宿，明儿下午估计就能出来。这东西干什么用的？啊，只是一些科学仪器，跟你没有关系。你瞒了好几天了，听卫兵说你都没去过共产大门。我主要是怕高木再找我麻烦。 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他不会把你怎样的。等这批零件加工好，你也好好休息一下，回家看望家里人。嘿，你的什么的干？我给201送餐的，他订的餐。 怎么送个饭这么慢啊？啊，不告诉你早点吗？想饿死我呀！快点的！来了来了！行了行了行了！慧云呢？到旅馆去杀叛徒了。这么大的事儿，怎么能让个妇女去干？ 地下党也是人，可以理解。哎，慧云，什么情况？毒死了。你成熟了，可以干大事了。 找到了暗杀，是的。从现场判断，这名凶手应该不是一个人。可是敌人在逃离以后，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可以破案的线索。
行，就这么定了。老崔有任务就不去了，其他的人啊，跟着霍总。嫂子，你留下看家吧。我跟你们一块儿去吧，多个人多个照应啊。你去怎么行？走马帮的哪有带女眷的？我不想看家，我想为革命出把力。何云同志，革命工作分工不同，就说二林吧，他在料理店。 整天给日本人陪笑脸，如果不这样，他怎么能知道周云成是叛徒啊？是，我以前也一直都知道二林在饭馆里边是为了革命需要，但是我瞅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一个鬼子都没杀，还整天伺候鬼子，给鬼子陪笑脸，我就特别生气。但是今天我明白了，他这么长时间的忍耐是有意义的。 行，嫂子，你明白了就好。所以说，看家也是项艰巨的任务。行了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接受这个任务。哎，还真没看出来啊。没看出来什么？没看出来大林哥还当上厂长了。 我以前啊，还以为他是个怂人，可没想到，杀起鬼子来，一点都不含糊。小点声！哎，怎么吵起来了？太君，太君，他打人呢！ 来来来，快快快快起来！快！怎么回事？好好干着活呢，怎么惹着日本人了？我就看了那日本人一眼，就看了一眼，就打成这样。那他怎么回事啊？没事吧？他看我挨打就过来劝了几句，结果就……这也太不讲理了！太欺负人了！这日本人还让不让咱们活了？小鬼子！ 手真高狠！行行行，赶快送医院啊！快点快点！快点！钱不够，我回厂里来拿啊！小心点啊！厂长，这事儿咱就这么算了。那还能怎么着？咱不能让那个浅田说说，不收拾那几个鬼子，在这撂挑子不干了。对，让工人罢工，咱不伺候小鬼子。别废话，说这有什么用？我都把日本人惹急了。 那批货查上了吗？查了，应该是药材。看清楚了，他们盯得特别紧。幸亏搬箱的时候打翻了一箱，我一看药材的。坏了，不会是高木查的那批货吧？那怎么办？您不是要将功赎罪吗？ 怎么越来越觉得像是二哥要算计我呀？不对呀，我们也就杀了一走私犯，还是个汉奸。他不至于就这么不问青红皂白找我算账吗？咱不是讲正常吗？你想什么呢？二哥能胳膊肘子往外拐啊？他们那叫大义灭亲，别说亲兄弟了，亲爹都敢坑。咱们要是把走私钱都抢过来， 说不定以后就得讹上咱们。反正不都是打日本鬼子吗？无所谓吧。地下党讲政策，日本的讲嘛，拉上去直接给你毙了，说不定还诛九族呢。
二哥呀，二哥，你这是死命把我往火坑里推呀！那怎么办吧？明天就发货了，现在反悔来不及了。既然你不讲兄弟情义，就别怪我心黑了。你是想过鬼子关口的时候给他们点了？点个屁呀！那是我亲兄弟，我能做那么禽兽不如的事吗？大英哥，我认识那几个鬼子，老在借客那个酒馆喝酒，咱今儿晚上就给他办了。行啊，我这儿没问题，咱把那俩小鬼子给宰了，替工友们出去搞恶气。石头，一会儿我出去一趟，你们俩今天晚上就在这屋里，一步不许离开。哎，为什么呀，大英哥？一步不许离开，大林哥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ただいま。先に着替えてくるよ。あ、はい。じゃあ先にどうぞ。さくら。はい。ちょっと仕事の間に私の耳飾り見なかった？おかみさん。はい。あ、ちょっと探していきます。あ、ありがとう。何をしている？すみません、デナさん。お子様の耳かさみを探してで、すみません。見つかったのか？まだ見えません。すみません。覚えておけ。これからは私の許しがない限りこの部屋には入るな。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行け。去，那可是日本人。日本人怎么着？能把我怎么着？哎呦呦，三爷，您别嚷呀！就是，来，我陪您喝一杯。哎，用不着，用不着。哎，我问你们，平时你们谁坐哪桌，陪谁，都谁安排？啊，这个都是娟姐安排的。她在哪儿呢？她这个……哎，行了。吊我胃口了啊！走，我哪敢吊你胃口啊！人家就是还想喝酒，没喝够嘛。走走走，喝酒去！去我房间喝，我房间有最好的威士忌。走走走，我要跳舞。
哎呀，去我房间一边喝咱们一边坐下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这是没你事儿啊，边儿去。哎呦，三爷，你耍什么威风啊？少给我来这套！现在什么德行啊？你现在是？不是，等会儿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这是？哎，别理他，梁莹，走，回屋去啊！啊，回屋去，我一会儿就来，快去！真的？嗯。那我等你。快点去。干什么呀你？你是不是闲的？你惹得起吗？哎，再说了，我什么德行啊？看不惯啊？你真想当婊子啊？我就想当婊子，你管不着。你是我什么人呢？啊，行，你愿意当婊子，你当去，跟我没关系，行吗？梁雅又是怎么回事？切，他怎么回事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你问不着我。哎，你还真的进去啊？你把这杯再喝了。你又喝，都喝了三四个了呢。哎呀，你喝一个嘛。不喝了。来，哎呀，宝贝儿，哎呀，哎呀，妈呀，蟑螂！哎呀，蟑螂！哎呀，一只蟑螂算什么？不行，我跟你说啊，那蟑螂东一爬西一爬，指不定就爬到哪儿去了呢。哎呀，我害怕死了！我一见了蟑螂，我怕的我什么也干不了。你快去把它给逮住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害怕！哎呀，哪儿呢？哎呀，对，衣柜后面去了，衣柜后面。哎呀，衣柜后面去了。哎呀，在那个花瓶底下呢，嗯，他爬到柜子底下去了，柜子。哎呀，快！哎呀，又来了。哎呀，又爬到那个衣柜后面。哎呀，吓死我了。没有了，我给你把放进去。他已经没了，放心。哎呀，不用怕了啊，我了。哎呀，不行，你等一下。哎呀，我这个小心脏啊，跳得蹦蹦蹦的。咱俩得喝杯酒，不怕啊！喝杯酒压压惊，要不然我真的什么也干不了。来，好，来，宝贝儿，干了，别怕啊！干了！哎呀，吓死我了！这酒，你看，就你那点酒量吧，还老跟我喝。跟姑奶奶我玩，早着呢，你孙子。钱带了吗？带了。你小子也够黑的啊，要这么多钱我可以不要，货我留下。想得太美了吧，这是三爷的货，只是在你手里过一手，完事以后把货给我送回来啊，少一点三爷给你结。啊，知道了。可我就纳了闷了，这三爷自己抢自己，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你只管拿钱办事儿，不该问的别问。哎，三爷可说了啊，不想见血，只许越货，不许杀人。那他们要冲我来，我可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不能因为你挣你这俩仨子儿，把我自己命搭上了。伤着一两个也没问题，不过小钱你可不能伤着啊。
那可是三爷的兄弟啊，懂吗？行，都依你。可为了自保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行了，别想了，来，预祝成功啊！谁呀？这咋还有人藏着呢？娟儿，娟儿，你怎么在那儿呢？你还说呢？昨天晚上你欺负人真坏。昨天晚上我欺负人？就是欺负人嘛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得对我负责啊！怎么觉得我昨天晚上什么都没干呢？怎么觉得？厉害吧？哎呀！咱们何者だ？軍と銃と共産と、それともそれか！给我软。こんなにも長い間、私の近くに潜伏できるとは、なかなか優秀だな。私はお前のような優秀な奴と対決するのが楽しみなんだ。これは俺とお前との戦いだ。私が勝つか、それともお前が勝つか。下を縫い合わせてでもお前は勝ちやる。それだけ一緒にやる。一大早到厂里来，有何贵干呢？昨晚你到哪里去的？昨晚我一直在厂里。会显楼发生了一桩命案，我怀疑跟你有关系。昨晚我一直在厂里加班，厂里的工人可以替我作证。不信，问问你的士兵。ヨベ、彼はずっとここにしたか。はい、ここにいました。ずっと事務室にいたようです。入ってこのに行ったか。上部の命令で、自分は工場に入れませんが、しかしここから
窓を通してそれ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。哎，二林，你还有啥任务交给我吗？回去看好妈，咱俩的事儿她也知道了，该消气了。这我知道，我说的是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。这个就是组织上的任务。哦。对，顺便也看一下大哥得了没，没你事儿。来，出发！好生生的一顿让你给拆了。二令最近还好吧？挺好的，您老不用惦记了。大运，这个事儿你咋不跟俺说呢？你寻思着俺乡下人么也不懂啊？家仇国恨俺也知不道。大娘，能敢跟你说吗？说了你不得惦记吗？你跟二林说，就说俺给他说的，这可是个大事儿。往后那光宗耀祖呢，嗯，就是亏了你了。我没事儿。那个，那大娘，你好好歇着吧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不行，吃了饭再走吧。哎，别忙活了，别忙活了，叫他们坐下，俺不忙。回来了，大力。娘，慧云在这儿呢。大力，给慧云倒口水喝，俺弄饭去。大娘，别忙活了，坐。慧云，坐着说会话吧。哎，最近挺好的吧？挺好的。老二怎么样？忙什么呢？啊，他跟老三一块送货去了。哦，送什么货呀？哎，别提了，本来有个叫高波的，老二一直让他帮着组织上送货，但是现在这人死了。高波？高波不是汉奸吗？怎么帮老二送货呀？高博士汉奸不假，老二是一直利用他帮着组织上送货，现在他死了，老二就只能让老三帮着送了。哎，你说原来高博在的时候吧，我这心里还踏实点儿。你说现在他跟老三一块儿去送这货，这路上指不定还遇到什么情况呢，真让人惦记。坏了，老三是要分手。啊？你说啥？他们什么时候走的？头走的。走那条路知道吗？就是送大鼻子的那条路。哎，大林，这咋回事啊？大爷，您出去啊？妈，你干嘛呢？那个，三爷让我带老太太瞧病去。哦。严三爷的车你也敢拦？老三，看什么呢？看后面没有人分着。行啊，跟大哥学精了都啊！干脆反正就得这样，这点能行。我说现在特高科能给你开路条，跟高木混不错啊你。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了？拿着特高科的路条就不用开箱验货了。哎，我说你小子不会跟高木合起伙来害我们吧？
完全害你们，大二呆把你们一块包了饺子，少扯淡了。你小跟班呢？跟他姐闹别扭了，闹情绪没来。放他们过去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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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千万注意，不能伤到小泉。行，没问题。他们不会真向我们开枪吧？保安饶命！保安饶命！我们只是路过，如果你看我们不顺眼，我们马上就滚。滚滚滚，兄弟！哎，你们别走啊！三哥交代事项还没完成呢。等等我！你出来一枪打死我行不行啊？你打两枪算什么好啊？你出来！大爷！大爷，您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把我都吓死了！你们这唱的是哪一出啊？我怎么了？回去告诉田三林啊，我再跟我动歪心眼子，别怪我这枪不认人，连他一块收拾。您都知道了，滚！行行行，我滚。等会儿，告诉田老三，他那车我借用了啊。你们哥俩什么借不借的呀？三爷的就是大爷的，还不了了。我给他炸了，撤！炸了！炸了好，炸了！大爷，你慢走。
二，过一会儿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记住了，就跟着我跑啊，跑什么跑啊？你别问了，就跟着我就行了。哎，别动！哎，老王，啊！别紧张，把枪放下。 老三，你那点花花肠子，二哥早吃了吧？看清楚了啊，这全是我们的人，啊！吃了吗？吃的清楚。 小意思啊，赶紧拿上。想干什么？不是，你要把我放了，我跟你说，还有啊，烧点吧，你别先省啊，我这身上没带这么多，回头我准保让人给你送来。可是你说的。 干他妈什么你？想什么呢你？二哥，是你二哥，我能是汉奸二哥吗？哎，这衣服，这真像样，比那鬼子服强多了。能比吗？那能往一块比吗？那叫鬼子服，这什么衣服啊？啊，看看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。对对对。 这里，二哥，那我这事儿怎么弄啊？你的事儿啊，好办。我党对这个汉奸政策啊，就是坚决除掉，尤其是那种帮着日本人残害老百姓的那种汉奸，所以你的道儿只有一条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你别，二哥，你得帮我呀！别说了，你死定了！你别，你是我二哥吧？你。 再说是不是货也送到了啊？你们也没损失是不是？行，不崩你了，我党还是要政策呢，叫宽大为怀。行，你坐那儿，我跟你聊聊。你坐。哎，二哥，你在这山头上。 是个什么官？什么当什么官？你图什么呀你？说老实话，一开始啊，我也不知道图什么，就想着能赚俩钱儿，日子过好了，让娘把日子过好就行了呗。你看，这不咱俩想的是一样的吗？后来我真是经历多了，看的也多了，那么多人为了杀小鬼子，那真是不要命啊，抛家舍业的。哎，你说人家图什么？再后来啊。 我去了趟根据地，学了段话，我觉得老三你也听听，特别管用，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最后，我加入了共产党，我这心啊才真觉得落得定了，我也知道咱是为啥活着。我明白，你也没错，不就说的是，咱一块儿把鬼子给他赶出去，咱自己过自己的踏实日子吗？你看你这不挺明白的吗？ 老三，要不然，加上八路得了。哎，对，我可干不了你这活。你怎么干不了啊？你有聪明，胆儿又大，还有人手，还有枪，怎么干不了？我那点人手，那点枪，跟你这山头可没法比啊。那还少啊？你看大哥怎么样？单枪匹马，照样小鬼子窝里边杀他个三进三出。我跟大哥就更没法比了。其实我想的特简单，我就是想挣点钱啊，出人头地，过上好日子。 那让娘能跟着我享享福，就行了。你不恨小鬼子？你这话说的，谁不恨小鬼子？
哪个不和小鬼子？咱老家的叔叔大爷、家家姑姑婶多少死在日本人手里边，咱家房子都是日本人烧的。我不恨小鬼子，你知道那高木阴里坏，使的那些招儿，我跟你说，就悠悠，要不是因为他现在能成这样，我跟你说，我恨日本人快恨死了。可是现在没办法，你别想那么多了。我跟你说句实话，交心窝子的话，你别不愿意听。说，你看，你跟大哥都去打鬼子，可那子弹真是不长眼。真说万一哪一天啊，我说万一啊，你是不是得给娘留个养老送终的呀？行，先不跟你多说了，你自己再好好考虑考虑吧。你放心，反正我不当汉奸就是了。那差不多了，我走了。刚还说你机灵呢，怎么突然变傻了呢？你这么回去，跟小鬼子那儿你怎么交代啊？纷飞的落叶，满天的眼泪，火热的落下烫伤了脸，在时间。承认不悲，再爱一遍。